啰嗦。走。任嘉伦、白鹿主演的《一生一世》正在热播中，《一生一世》是美人谷的现代片，跟周深如故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十一跟周深成依然深爱彼此，刘子行上一世坏事做尽，这一世终究是要还债的，他对十一依然有执念，看见十一一眼便再次爱上他，遗憾没能上前打招呼。再次见到十一，发现他已经是周深成的太太，梅行整理复杂的心情，最终选择祝福十一幸福。其实梅行身边有个合适的结婚对象，文信一直暗恋梅行，梅行心里清楚却一直装傻，他觉着两人之间更多的是亲情，他对文信的疼爱更像妹妹，但文信却只想嫁给梅行。文信的身体越来越差，而梅行是最适合照顾文信的人，他决定迎娶文信，可惜文信没能挺过这一劫。文信死后，梅行终身未娶。周深成知道不全是因为文信，梅行再也没找到比十一更理想的爱人。周深成明白没有说破，因为他了解梅行，更相信他的为人。梅行和文信的结局挺让人意难平的，你们觉着呢？